这么多人来参加我们民主行动党的座谈会，五月六，各位亲爱的同胞，为什么我们要换政府？五十六年的国政政府，五十六年的巫统国政政府已经太够了，太够了。虽然我们的首相。 那都虽然伊根副首相啊，但是莫丁说你不用换政府的，不用改朝换代，不用转型就可以了，转型就可以了。你想想看，那株树啊，果真大树啊，里面的白蚁咬得千疮百孔啊，剩下只是树皮和树叶啊。 怎么样转来转去都没有行的，都没有行的。这唯一的办法是把这个果真的大树砍掉，来种榴莲的大树，这个才是办法。他说：“你明年啊，如果五月五号你执政啊。” 你也不是跟国政一样，过两三年你也一样贪污，一样舞弊，我说不会，不会。我们相信呐、啊，我们领袖，我们的部长，我们的行政议员，当然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厉害，也不是每一个都是那么纯洁，有可能有一小部分看到花花绿绿的钞票啊。 整个人已经是分了的，啊！但是你们有责任了、啊。一看到明年的领袖、部长、立法议员有什么不对、贪污舞弊，就马上给他暴露曝光了。然后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可以修改这些法令啊。凡是明年的领袖，凡是行动党的领袖。 凡是公正党的领袖，凡是回降党的领袖，如果法庭判他贪污舞弊，判他有罪，那么他的财产全部充公。好，我们所有属地区的朋友，我们选民，大家晚上好。好。 咁啊，而家將個擺個新窩，又睇到埋啦，你哇，我睇應該買有冇人啊？我咪先話自己人啊，哇，呢度又優，呢度又優，好遠嗰度又優，我咪應該啊，啲人翻頭先見到又優啊，哇，我哋真係，我哋真係見到，哇，好嘅，啊，俾你睇啲股份啊，冇意思啊，嚟遲咗，因為正話喺小班街咧一場，冇總有一場，呢個係第三場。 好，歡迎嚟到呢度，今日已經係五月二號啦。我哋每一場我哋所搞嘅呢個演説會啊，陳阿媽，我哋喺十五地區都係咁多嘅朋友出嚟呢度支持。我相信呢一次我哋五號嘅成績，我哋應該係比以往仲要好啊，係嘛？Dear friends, you know today I feel a bit disturbing. I think many of you have received the SMS about 40,000 or 60,000 foreign workers from East Malaysia coming to cast votes on our behalf in Peninsula Malaysia, particularly in Selangor. I feel a bit disturbing when people ask me, hey, this is an SMS, true or not? Actually, in fact, I do not know. I did not say anything. Until today, Anwar Ibrahim and the party leaders, we had a press conference. And, you know, in the past 2 weeks, we have our members from PAS. They have gone to LCCT, KLIA, to monitor all the flights that come to KL, come to KLIA, LCCT. And we started to notice some strange movement, some strange faces that came down from the charter flight. Your movement is some of the SMS song, 话六万个沙巴沙拉瓦人嗰啲外佣。
半島呢度投票，尤其喺雪蘭莪州啊，咁收尾你睇到，林嘉祥喺陣營山嗰度要彎要黑，哇！嗰度好似唔掂咗，容易翻一啲過去嗰度幫手投票。我頭先我同知道係真係假，一直到幾日前，我哋回教黨嘅朋友同我哋報告，因為原來佢哋喺飛機場已經係碌咗，佢哋飛機啊，過一個星期已經喺嗰度睇緊啦，係真係俾人哋影到啲相。 係嗰啲人扮啦，嗰啲唔識嗰啲，總之唔係馬來西亞人嗰種啊，係真人喺嗰度排緊隊去入嚟。所以然後阿媽而家興今日仲講，佢有證據，然後佢講呢啲咧係我哋呢個首相署啊嗰度安排嘅。嗱，呢個係我哋嘅國陣啦嚇，政府。仲有咧？ 收尾記者走嚟問鄧國安啊，鄧國安啊，就係首相，我哋嘅嗰班國陣嘅呢個秘書啊，總秘書，以前做過部長啊，鄧國安啊。No president ask 鄧國安啊，鄧國安啊 said no nothing to do with the governments. They are the flights chartered by the friends of Barisan Nasional。所以我哋為咗。 唔想再同鄉村，我哋唔想俾人哋話到最後，哇！我攞到10個 A， 但係到最後，我連大學我都讀唔起。為咗讀得起大學，為咗要免費接住落嚟，為咗要更加好嘅教育，所以我哋一定要支持民聯。有咗民聯政府之後，但民聯政府會為各位硬家硬啲嘅仔女，尤其是你哋呢一屆手頭族，大家周圍。 有一啲教育常識，大家都會知道。而家一般上，我哋要申請大學讀4年 PTPBS48000，即係表示你讀咗大學4年之後，你一出嚟你就要面對，尤其是私立嘅大學，你要面對48000。民心自問一句，而家有邊個後生仔話敢拍住個心口同你哋講話，阿爸阿媽或者係公公婆婆，我覺得我可以喺呢幾年買房好啲嘅車？ 邊個㗎？我想要買呢個，我由早啲結婚得冇唔得？入邊個後生仔話敢話同我講話，一筆攞2000毫馬上就可以歸還我要買屋。大家都認為而家我買屋賣唔起買車賣唔起，點解？就係因為我哋嘅撲街政府呢幾十年嚟揸到我哋乾乾淨淨，我哋已經唔敢再想像，如果呢一屆佢哋再執政，我哋嘅國家會變成點樣？所以希望大家可以攞出所謂貢獻同拼搏嘅精神，因為我哋國家一定要改變。你諗下，一房看打折啲，而家我哋喺政府上市價賣89000，但係民聯政府上台之後，利用40000嚟簽，你就可以買到房看打折啲。 呢個就係民聯政府上台之後，利用40000嚟簽你就可以買到房看打折啲。呢個就係民聯政府上台之後會俾大家，但係呢個絕對唔係民聯政府絕對會同你講要感恩我哋。我講真，我呢一世人我最大最 bitch 一定要告诉你们的亲朋戚友，不要自命清高，说哎呀，这次的乌都是肮脏的，我不要去投票，不可以这样，这样子太自命清高，太天真，太幼稚。我们一定要选政府，选出一个比较好的政府。我们从霹雳州、从雪兰莪州两个明年州政府的表现，霹雳州，不是，比如雪兰莪州。 明年州政府在2008年从国政首中接管政府，储备金只有4亿，但是明年州政府这5年来可以给我们选择，我住不中啊，2008年到现在没有付过水费，可以给我们20立方米的免费水，可以在州政府的常年预算案里面。 规定每年拨款给雪兰莪境内的独中，政府雪州政府花了这么多利民的政策，花了这么多钱做利民的政策，包括生小孩的储蓄金、老人的。
补助金，做了这么多国政奖，明年州政府这样子烧钱，一定会破产。但是经过五年的统治，明年雪州政府有雪州人民这样多好处，五年后，明年雪州政府的储备金从2008年的4亿增加到25亿，这个不是很好的效益吗？他的牛就養到的牛就比較皮絲白淨，有多少次那個飛炸醒那個樣子。那他的牛啊，究竟他的牛賣在哪裡啊？各位大佬，你有吃過他的牛嗎？他的牛不用賣的，因為溫布利斯請食的時候用很多牛啊。各位，剛才我講到這裡的時候大家都很好笑，但你知不知道我們今天處在吉隆坡的情況是怎樣？剛才說我買了一間屋，但是呢，我們那裡很多的居民出門的時候要在窗口開個窗，裝下看外面有沒有人，自己要慢慢出門開車出門。我們簡直啊，就好像我們是賊啊，這位大佬，我們大家都好像是賊啊，你們都有這樣的經歷是嗎？為什麼啊？周君儀搶又搶，打劫又打劫，搶荷包。最近有兩個女人神運啊，銀店你們都有神運啊，你神運你會帶很多錢嘛，基本上你都是帶5蚊、10蚊回去的時候買兩個茶果或者買兩條油炸鬼回去吃的，是吧？你都會被人搶還拿命啊，前幾天還拿了兩個女人的命，究竟是什麼事？我們國家會淪落到這樣的階段啊？因為基本上我們這個法治之區，這個執法者他是被一個人碾治的，我們的法治出現很大的問題。基本上對我來說，那些賊和那些差佬沒有分別的，只不過是一個是搶去偷去去奪人來的，一個是穿著制服去拿的，這個就是我們國家的問題。